食风格可爱讨喜的 Samurai Defenta 要来征服喜爱塔防游戏玩家的心哦。在关卡中，敌人会不断地从右侧攻打过来，而我们就是要以触控的方式指示箭手射箭的位置来击退他们，或者是也可以消耗士气叫出各种援军来个正面交锋，或者是请工人恢复阵地的生命值。过关之后的奖赏啊，可以拿来提升大家的能力，这样才有办法面对更强大的 BOSS 挑战哦。